刚刚那个盒子也都是空的呀，莫非这盒子里的东西长了个脚，自己跑了？除非有另一种解释。还有第三个人，这第三个人才是凶手。 门窗都是从里面锁着，况且还有方公子的牵灵阵，若是真有第三个人，那他是怎么出去的？宗镇指挥使，还真是会小侠大鱼啊！你这么说，人家听不懂。我帮你翻译一下，就是骂你蠢。密室杀人案发生的还少吗？你可别忘了，被你无辜杀的玉秋双尸体，不就出现在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吗？哼，你也别生气啊。况且呢，你们不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吗？ 何事？鞋。鞋？金满堂的鞋啊，他只穿了一只鞋。他们搏斗之时，慌忙掉了一只鞋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这个金满堂啊，穿的不是前口履，而是马靴。大家也都知道，这个马靴平时穿都比较麻烦，怎么会因为打斗而跌落？再说了。 如果金满堂被董林掐住，他拼尽最后力气射出袖箭，董林又因躲箭而死，那足以证明两个人是同时死亡的。我特别想问问你们。